千万别紧张，地面补妆。薇薇，你知道吗？在模特中，你是最漂亮、最完美的，就算不化妆，也比某些模特好看。唉，都干嘛呢？麻利点儿，上场啊！看什么呢？找不着衣服啊？这不是你名字吗？ 跟你换，眼影加重。孟薇，好了吗？上场啊！好了。孟薇已经上场了，加油，加油，加油！画吗？画着呢呀。丽姐，你怎么了？关你什么事儿？甜心，潘妮姐她怎么了？这还用问？怀孕了呗。怀孕了？来，我还约人看电影呢，就是每次都这样，有苦没分。哎呀，你别说我们家薇薇了，不让人说了，还让不让人回家了？不就是等一会儿吗？我找她去。薇薇，来，走，上车吧。今天真不错。 没想到你第一次上这么大的舞台，表现这么好。说真的，我刚才还替你捏了一把汗呢。吉米，怎么啦？潘妮姐呢？应该是留下来陪酒了吧？陪酒？是啊，不陪酒怎么当酒庄代言呢？走吧。我还有事儿，你们先走啊。哎，薇薇，薇薇，说好陪人家吃饭饭的。 麦总，今天的秀啊很成功，这批模特真不错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我发现有几个新面孔，还真不比其他人差。他们啊还是太年轻，经验又不足，以后多给机会吧。那还用说吗？哎，对了，您设计怎么样了？你说梦之旅啊？啊，差不多了，到时还得请你多提宝贵意见呢。设计这一块呢，我可什么都不懂，但是呢，对于我们。 麦姐，我不是让你走了吗？你干嘛还跟着？我啊，那个麦总，咱们那个事儿呢就这么定了。我还有事儿，我就先走了，不打扰你们了。行吧，那咱电话联系。好，慢点。哎，再见。 开火车，南京的火车马上开。麦姐，麦姐，你到底想干嘛？潘妮她不能喝酒，她不能和你喝呀。潘妮病了，她真不能喝。她的代言你去吗？而且公司也没有规定做代言一定要喝酒。公司让她必须喝酒了吗？才来公司几天呀，就吆五喝六的，该干嘛干嘛去。啊 上海的火车就要开，往哪儿开？深圳开。深圳的火车就要开，往哪儿开？枣庄开。枣庄，哎，说说，哎呀，哎呀，枣庄开了，他们总说枣庄了。哎呦，哎，你看看，售票员来了，哎，太好了，来，过来，喝酒，给美女倒上啊！喝吧。哎，别着急走啊！你要想走啊，就得把呸你刚才没喝的都喝了。对，全都喝了。知不知道尊上是咱们的大客户？知不知道我们费了多大的劲才签的合同？不是麦姐，他们太过分了。怎么过分了？ 你现在立刻去尊上赔礼道歉。记住了啊，不要用你的幼稚来挑战我的极限。如果喝酒能接到代言，那我们还走秀干嘛？你有什么资格跟我这么说话？能干吗？不能干，现在就走。麦姐，我可以走，但是我们当初大家跟着你。 是想做一名出色的模特，不是陪酒小姐。况且，潘妮怀孕了。请你保留点人情味儿给大家。我终于找到了他。那件事情之后，我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坚持下来的。我一定要帮他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若愚。 没有想到啊，最后只有你果然坚持了下来。我就是想把大家聚到一起，做出点事情。某位，我刚刚已经跟你交代太清楚了，我跟你们不一样，我已经结婚了，每天油盐酱醋，平淡的生活早就不习惯了。梦想早就不期待了。 想在国际最顶尖的秀场，穿着著名设计师设计的服装，走一场一辈子都忘不了的秀。醉了吧妞儿，还那么死性不改，往嘴皮子上说了。还记得那年毕业设计，你衣服袋子都没整理好就冲出后台了，当时袋子可都开了。到现在为止。 大家都还记得你那完美的身材哦，嘴臭了就是窝了，人家给我板了个姜，啥子姜哎？所以想吐其西姜。来来来，让我闻闻，闻，又怎么吐嘛？是挺土的呀，你们才吐！再怎么说，咱们可都是原装出厂的好吗？各有各的优点。 难道你们想当一个妈生的网红吗？不要，太不要了！不要，宁哥，咱俩倒是可以弄个同鼻同眼同一生。走，明儿韩国。韩国？那要带上我。带上我，带上我。好了，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们啊还是老样子，一点都不正经。 我找你们是有正事要说。还记得我们的梦想吗？梦想有什么用啊？梦想要真那么好实现，大家都不用这么奔波了。是啊。 梦想很难实现，但是咱们真的努力过，尝试过吗？我们是模特，T台才是我们的梦。却又湮灭灰飞。冲动往昔，冲动往昔。天边的晚霞照不进我的身体。一定要在最顶尖的秀场，穿着属于设计师设计的服装，做一场。 在空气的世界里，没有目的。飞过了南方的东西，去向了哪里？飞出了世界，也飞出了四季。哎，到时候我们要一起走一场秀啊，好不好？我像一个卫灵，在风。 在空气的世界里，没有目的。飞过了南北和东西，去向了哪里？飞出了世界，也飞出了四季。我像一个卫灵，在风。 里飞。麦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迟到了。人都到齐了。 想成为一名超模，是所有模特人的梦想。我不管你们以前是做什么的，以前有没有自信心，从这一刻起，我给你们自信，我来打造你们，我让你们成为一名超模。这一刻，我们重新开始。 打开了，别偷懒，上腿使劲，往下压，往下压，别偷懒，你哄谁呢？就这样还想当超模是吧？手肘使劲往下压，哭什么？这点苦吃不了啊！呀，都给我抱着腿，用伸直，打开了会不会？挺胸，今天做10个，都不够，抬头挺胸收腹，小手叉腰，都给我坚持住！保持平衡会不会？一个你怎么回事？干嘛呢你？继续走，今天不练完这个，都去墙边站着，把腿绷直了。 太棒了！你们真的太棒了！看来我把宝压在麦总身上没错。哎，你们怎么跟脱胎换骨了一样？喂，让我觉得好像真的认不出来了，你们一样啊！莫老师，我们美吗？莫老师啊，跟我们指点下，我们哪点还需要加强噻？你们真的太优秀了，我只能给你们一个大大的赞。麦总，你觉得呢？ 今天晚上，我请你们吃火锅。呀！明天开始节食。啊！又不能吃饭了。把你们最迷人的一面展示出来。来吧，放手去走，阳光才能融化荒芜。出来走走，出来走走。 不愧是麦总啊，由您带出来的模特就是不一样，太棒了！谢谢啊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，莫老师的梦之旅将代表 MONA 公司参加国际时装周了！啊！胖了，好像最近。 麦姐来了，快站好。孟薇，训练结束，记下所有人的喜好。麦姐不会上送我们鞋子吧？你们记住了，以后要学会保护好自己，保护好你们的腿。 所以有一双合适脚的鞋是很重要的。怪不得我每次都找不到感觉。要不麦姐，你给我们大家示范一下？对呀、啊，给我们来一个现场指导呗，那样我们肯定会进步的更快的，对吧？哎，干什么你们？好练习去。好好的肌肉。